大家好，今天安平老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，是涉，山水上面是个止，底下呢按照古文来讲也是个止，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像蛇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两个甲两个止，所以在甲骨文里面啊，它这个写法呢它是这样子写，你看这个脚趾都是朝前的，都是朝上，这个脚趾朝上，我们前面和大家分享那些是表示向外面走出去，去进攻，去讨伐，向前进。如果说要是这样子倒过来，这样子看，是从外面走进来，从远方向这儿靠近。所以这个字呢，你看这是一条小河，这儿一个叫，这儿一个叫，意思就是说跨过这条河流，意思就是说个人趴在涉水走了很多的地方。甲骨文里面有好几款的不同的写法，它的主要的符号也都是这个止。在经文里面呢，它也是这样，这个写法所谓的不同。下面呢，我来把这个字啊不同的文体的写法来引述和大家一起分享。这个字呢，在甲骨文里面啊，它第一块是这样写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上面一个甲，这个当中呢，这是一条河，意思这个就是一条河。这儿呢，还一只脚，两个脚一步一步的向前走，淌个河。第二款的写法呢，就是这个河呢，写了一个水，第二款的写这样。第三块呢，它这个河呢写了一个尖层的水，写成这样，这是一个甲，在这儿一个。第三款写的这样了，第四款它也是写了一个水，这个水呢它是横写的，写了一个横写的这样一个水。在甲骨文里面，然后选了这样的四款不同的写法，每一款里面都是有两个甲向外面的走。这个字在经文里面写呢，它也是这样。在这朝中期的时候啊，它是写成这样，这儿是一个水，这儿呢一只甲呢，都是写的这样，它是写的一个止，写的这样。这个地方这个止呢，写的一个呢，一定量呢，写的这样子。写成这样，周朝中期的写，到周朝晚期的时候呢，就写了两个水。他这儿写了一个水，这个地方呢，他借写一个水，这个地方借写，这个字写成这样子，这是周朝晚期的。所以的甲骨文、曲文都很简单，独步过河。所以这个字在那小篆里面写的时候呢，写成这样子，这个水放到旁边。水写在这里，这儿呢写了两个止，一个字写在这儿，还有一个字呢写在下面，写在这儿。这就是小篆的写法，隶书里面基本上有小篆这样的一个字形过来，隶书写是这样。它这个字呢，它写是这样，把这个上面写是这样的一个形，下面呢像写了个斗勺的勺，这就是变形，就是变成这样子。这就是隶书里面他写的这样，山门颂那个碑里面他就写成这样。这个字演变以后，楷书呢他底下也写成一个勺，以楷书就写成这样，上面写了个止。底下写了个勺，这个字啊，它的本来的意思，糖水过后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引申的进入啊、进力啊，它的引申也还有不少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“涉”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